我要露经验老，哎，可以，一个不露，完美。一个没漏，很好。丽桑卓，丽桑卓有点克制妖姬，说实话，有点克制妖姬。我感觉他是针对的选的英雄，但是由于我的技术水平可能比他要高一点，可能他就克制不了我了。不亏。不亏，这个人打得很嚣张，我觉得我要呼叫一波打野，我一踩他，他就定我。感谢叫我苍生送上的飞机，感谢苍生帮一波，不帮我不好。我一踩他，他就能定我。定我的话，他 QJA 其实他不是很亏。你看他根本就不虚，这个人好嚣张。吸他一口血，我点的血之滋味，他在疯狂的推线，我有点难办。这波打野来了，先把他缠住，很好。给点燃，哎，这都能过去吗？我靠，这爪子都已经消失这么久了。他这个爪子带延迟的，这他都过去了啊！不然他最起码交个闪，我们还有可能把他追死。他闪都没交，他还敢打拳，你看到没有？没办法拿的，他得回家了。哎呀，你这个血量你还敢打拳，我吃个药。你这个太嚣张了吧。哎，没回去，跟上打不死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打不死。差一点，有救，赶快推一波回家，不理他，不用理他，回家，避免他打断我，我站远一点，我回家买个药水，买个戒指来跟他耗，不然我耗不动他。买这两个装备啊，这就能耗动了。他也要回家一波，看样子他也要回家一波。我应该先到六，他没闪，中没闪现。这波钱不给他打了呀，这必须要强行耗他了。我皇子马上到位。啊，这波失误真的大，这波失误真的大。无所谓的呀，我有分身。小心。完了，被他耍了。我看你怎么搞。马上六，差一个兵。哎呀，早点就好了。我看你是。啊，就差一个兵不到六，好烦。气死我了！
就差一个兵。这皇子被剑圣耍了 ，EQ 的途中被他阿尔法突袭躲掉。你真的是不怕死？往这边跑来，往这边跑来，好，赶快走，好，很好，六级，完美，我大招马好，舒服，不怕。不怕不怕，这皇子杀完人生六，很棒，秒加点盖大，完美。推他一波，吃一波塔皮。这也做一下，插这里，这个插这里，这李尚佐很烦的，打不动他。我觉得他有点嚣张。无所谓的，无所谓的啊！我大招好得快，两个药水回得上来，配的戒指。你不怕死？你不怕死？来，你不怕死？小钻，哇，你这个真的是不怕死啊！哎，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我没拦，我没拦。好，奶妈这个太重要了，奶妈这个大招好了呀，大招是不需要拦的。回家喽，起飞！好，2000块，先买一个张杰法穿鞋，这就耗得动了，这打他就痛了。帮我吃个蓝，他有秒表了，没事，我有腐败药水加戒指，能把他耗到没血再杀他，一波杀他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他打我挺好打的，现在有蓝了，队友没来，我差点死了，我靠，我得找个位置，隔墙的位置，看到我了，
拜拜。干嘛要对着我妖姬这么执着呢？我都不懂啊，这些人就一路追，我靠，浪费这么多时间，我这把要杀你了，让你追我，追我，哎，别动，二段锁链，我让你追我，哎，我靠，还有七二，有了，有了，还要杀，他们还有杀心，我就搞不懂了。我都搞不懂啊！我这个你还有杀心，那真的是疯了吧？啊，盯着我妖姬追，好气！那他死了呀？那他死了呀？哎，来来来，不会吧？能不能把冥想这个技能给取消掉啊？塔杀，还好是塔杀，不然我气死了。塔姆两个头，我的补刀有点少，我得追一下补刀。嗯，我感觉你并不是很怕系列啊，你真的是，你并不是很怕啊，对吧？你不怕，嗯，不怕，嗯。把你连都连死，真的是，他居然这样推线，抓人！这个塔姆要杀一波，这波塔姆没闪，来，他死了，给到枯萎就死了，他死了，跑不掉了，这个线跑不掉了，我大招马上好。没事，不用怕的，随便打他，锁住，别动。这个人头我要吃一个了吧？这都没吃到。哎，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，没想到吧，我又来了。好，补刀太少了，一直都在打架。我们收一波回家了，把炉灯做出来。够了，回家。全是助攻，一个人头都吃不到，全是助攻，很烦。这我要是出的是杀人术，我就气死了。我得一把大弓在。我看你往哪儿跑，这把人头是不是应该要拿一个了？守卫，这把人头我是不必吃。
二，不吃一头战士，气死我了！一个头都吃不到。哎，我感觉又有头了。好，拆，继续拆。 走了，回去。走吧，蓝不多。他很过分哎，这个人，很过分的，你这个人。 继续追，我有锁链 ，OK， 回家，把杀人书给出了，出了杀人书之后，尽量摸头啊，来。 打个蓝，感谢绿昌平区第一狐狸送上的飞机，谢谢第一狐狸。好，有蓝 buff， 找不到人头啊，很难过。嘿嘿嘿嘿，我恐怕是麻瓜。哇，他有这个东西啊！没想到，哎呀，人头很舒服。 哎，这波塔，不行，塔，没事，狗头在，可以打，他们没东西了。哎呀，哦，他有金身，我靠，算了。 还金身这个东西，他们不会打达龙吧？有可能哎，这个应该在打了。哼，你敢打达龙啊？你们继续打，没事啊。好，想跑。 我恐怕是不同意，啊！大龙是我们的，他老是切换出去，好烦！来一口。 20层出。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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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再过来的啊！哈哈哈！哎呀，这个吃的舒服呀。好，22层，来一个雇佣大棒，起飞，22层了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手，等一手。虽然我们人头领先很多，但是基本上都是杀的利桑卓。利桑卓他实在都是他作用还是有的，而且没事不怕，秒杀对。哎呦呦呦！蛤蟆把我看的，我好烦。哎呀，这 W 差一点，好烦！这技能怎么这么慢呀？把你把他踩死了。不过我们还是赚啊，我们少人的，狗头把他高高地推了，哎，很赚不亏。来来来来，火龙火龙火龙，这条火龙不能给他们啊，推了一个高地够了。我虽然死了，但杀人数还是四五成的啊，不亏，不亏。这蛤蟆很烦，他老是盯着我，很恶心，就想把我吃掉。我来吃个蓝 buff， 四十 CD，CD 很重要。没 Q 的呀，只有 W，W 是最快好的。有 Q 我早就 Q 他了。只有 W，W 没好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必须走位。但是我一看 W 好了，所以我就不想走位了，明白吧？没事，不用怕。哇，这个有点惨啊！小心！等一下，我的技能马上好，快好了。杀人处又起飞了，你不死我点燃，你不死，你不死啊，很舒服，搞定一波。他们还是很能扛的。